在网络上抛出和新科金曲歌王吴青峰的经典对唱，蔡依林要告诉歌迷，演唱会回来了。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，而你总是太晚明白。蔡依林要歌迷找回激情，本来要在五月举办的高雄演唱会，因为疫情延到了十一月，但是日期始终都没定。我们中秋的时候跟嫦娥许下愿，应该是可以吧。蔡依林出席活动，希望嫦娥帮帮忙。其实蔡依林早就决定了，高雄演唱会要从十一月二十号开始，原本有五场，现在还要加开一场。蔡依林在美国的舞群也有十六位要提前飞来台湾，经过十四天的隔离之后，就立刻投入彩排。我几乎也全都忘记了，所以我希望在确定时间之前，我可以再慢慢把它找回来。蔡依林比较担心自己要从发懒的模式转换成工作的模式，所以特别安排在金曲奖担任颁奖人。蔡依林要习惯一下舞台的感觉，然后在十一月疯狂一下。东森娱乐中心在台北报道。